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K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暗夜奥秘存法师生存》。上一期我们成功的被史莱姆王击败了，然后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个哥布林，然后再把史莱姆王给他爆个头。家里的材料还是比较缺的，所以准备还是去下面挖矿吧。哥布林来了，喂，小雪怪，小雪怪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战败 CG， 战败 CG 是什么梗？不是很懂。来嘛，比比谁的蛋大啊！我的意思是魔法蛋，我的魔法蛋比较大，有没有？靠！好，终于打败了啊！我用替身勉强给他们打死了，太难了。主要是没有做那种坤怪房，这哥布林贼变态。终于打过。重新做一个史莱姆王冠啊，必须把这史莱姆王给安排了。哇，刚居然没有打过啊！来了个不得了的东西，等等，我靠，来了个这个结构体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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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过他呀，我要死了，我现在打不过他，这个大地之魂太强了。来试一下史莱姆王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连史莱姆王都打不过。之前打不过那纯属意外，那是因为下史莱姆雨有那些史莱姆挡路，带着替身打的，我攻击的时候替身会跟随攻击的。这个替身是跟随攻击的，我现在把它弄成了跟随攻击模式。啊，虚空过载了，那直接来吧，不管了。虚空过载之后，虚空值是锁定的，可以一直用，无所谓。啊，完了，被虚空吞噬了，没血了。刚刚那个不算，把自己揍没了，虚空值用完了，然后扣血扣死了。又过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满血，无所谓。虚空过载之后千万不要被打到，不然的话受到伤害非常的高。过载过载过载，我没有吃的，不是，我没有那个回血的。啊，这里过不去了呀，被他打一下伤害200多。哎呀，我要不要被卡在这个地方了？摸到虚了，我已经说不动话了。哎呦，这史莱姆王怎么回事啊？我连史莱姆都打不过了吗？看来是我技术退步啦。啊，主要是今天可能状态不太好，知道吧？就是状态不太好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被史莱姆王打死啊？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波纹先回一下血啊，波纹可以回血，哎，回个寂寞。右键波纹可以回血，看到没有？金色波纹呼吸。先回个血，然后等它传送过来之后，我们稍微绕一下，然后绕回去。就是现在赶紧回去跑，疯狂的跑，然后回血，这个波纹也就回血的功能了，它那个波纹攻击太短了。霸武器好用是好用，但是太消耗虚空之力了，这个虚空之力回复的特别慢，它回复的话就是下面那个绿条一直在长，然后长满了之后就回复5点，所以回的特别慢。来用一下紫金法杖，这紫金法杖蓄满之后，这个弹虽然大，但是伤害还是很低。
武器太差了，装备也太差了，这才是打不过的原因。感觉腐化魔刺比较好用一点。喵的，我直接护士回血，然后用这个地质风暴过载，哎妈！虽然这个过载扣血扣很多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没有护士。嗨嗨嗨，这就是泰拉人的智慧，看到没有，根本不用怕过载，直接护士一口奶满。这把要是再打不过，我就穿女服装跳新宝岛。戏耍史莱姆王，这史莱姆王好惨呀，就剩一点点血了，用魔刺给他打死。其实腐化魔刺打 boss 还是挺好用的，比那个紫金魔杖强多了。为什么要用紫金魔杖啊？嗯，还是魔法好用。这不就赢了吗？打过了，打过了，打过了，精彩。